娱乐中心林伟翻报道古阿莫全裸洗澡莲蓬头手反射私密处被网友酸，这是为了进军 AV 市场吗？翻摄自古阿莫 YouTube 知名 YouTuber 古阿莫早期以露声不露脸影片形式走红，后来逐渐开始正脸出现在荧光前。 主频道拥有两百零一万订阅数，其后开设生活频道、分 vlog、电影实测以及开箱复评饭店等创意内容。岂料最新一集复评饭店开箱内容，古阿莫一进饭店就先全裸淋浴洗澡，但莲蓬头把手却反射自己私密处，影片被网友备份疯传酸。这是为了进军 AV 市场做准备吗？ 古阿莫洗澡莲蓬头把手反射私密处，被网友酸，这是为了进军 Navy 市场吗？图翻摄自古阿莫 YouTube。古阿莫从去年开始开创最新单元复评饭店，并到各地区以 Google 评论分数最低的两家饭店入住，进行个人评论，其完整呈现环境与入住感受，大受粉丝欢迎。而今日最新一集中。 古阿莫看完高雄海神篮球赛后入住精英国际行馆，只见他一进饭店就脱衣服全裸淋浴，没想到莲蓬头把手却反射自己半身私密处，走光露点画面完全被镜头捕捉下。许多网友为了怕影片被黄标，他在影片上架几时后才紧急处理加上马赛克遮第三点。 古阿莫影片上架几小时后才紧急上马赛克，不过影片被许多网友备份疯传。图翻摄自古阿莫 YouTube 影片一，立刻引发许多网友热议，笑死！本来以为餐具没不会黄标，结果阿莫洗澡水龙头太明亮，反射出小阿莫。不愧是精英中的精英，倒着念 X D。 这集富评电黄标啦！XD 那个控制热水莲蓬头位置反射看到，莫的，先不管富评的部分，阿莫路鸟了啦！XD D D D，这是为进军 Navy 市场做准备吗？不会是要跟女辅导长合拍片吧？这角度卡了很久吧？大大莫真是深藏不露，露就是全露，幸好我有影片截图备份，剪辑师惨都没再注意。 那么明显，根本故意赚一波流量吧。